Hello, hello, 听得到声音吗？那好，那我的声音小吗？好，那我就出现啦，好久不见。我的那个音乐的声音小吗？刚刚好，谢谢。我还怕它声音会很大呢。小新，这是新给我起的名字吗？不会是蜡笔小新吧？不是 PPT 了，可还行？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东张可爱死了。那我提前一点不好吗？如果说太早的话，那我就先去休息一会儿哦。不早不早，就喜欢我这么不准时。我想早一点提前到嘛，这样子可以和大家小小的聊一会天吗？对，先聊5毛钱的。那我们等4点的时候再开始吧。好像很多人还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呢，没有收到直播的消息，稍等一会儿呢。排了哪些节目？唱歌可以吗？众所周知，新科娘是一个唱见啦。我这一身可爱吗？我也觉得很可爱。最近新科娘有一点点的感冒呢，大家也要多穿一点衣服，像新科娘一样换上新的冬装哦。有一点点嗓子发炎了，因为最近真的很干，很干。是字面意思，是字面意思上的干了，不是那个干。多喝岩浆可还行？你是哪里来的？房管呢？能不能管管？为什么让我喝岩浆？多喝烫水好了。好啦，还有1分钟。那我要和大家打招呼啦。Hello, hello, 等等等等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科娘。
大家可以在4点的时候守时来观看我的直播，真的是太好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收到我的信号了吗？木打木打木打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昨天是什么节气吗？又到了新老师提问的环节，那这些旧同学有没有好好的复习资料呢？昨天是大雪，昨天是星期六。谁说的昨天是星期六的？你答得太对了，在星期六的那一天是大雪啦。你们的城市下雪了没有啊？昨天星期六，今天星期天，明天星期一，哈，都没有下雪吗？哇，看来只有幸运的北，可以说自己很幸运吗？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北京有下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小雪花。早上出去买早饭的时候看到了，很小很小的雪。啊，新科娘啊，我死啦！有生之年可以来北方看雪吗？早饭吃的是油条还有豆浆。都没有人夸我的新衣服好看，可以再夸两句吗？可爱可爱可爱，新衣服可爱，新衣服和新科娘一样可爱。你好，我很可爱。我很可爱。我换了新的衣服，也换了新的电脑，发现了吗？有没有变得网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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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快呢？换了新的电脑，这样子就不会再卡了，不会再卡成 PPT 了。你们说我的直播是 PPT 直播？我会魔性的笑声，那你们当然要给我讲好笑的段子了。话说大雪的话，你们有没有就是特别的节气，可以就是大雪节气的时候可以吃特定的食物啊？为什么其他节气都有呢？像月饼节，不好意思，中秋节可以吃月饼，端午节可以吃端，可以吃粽子，对不起，粽子啦，为什么大雪就没有呢？大雪吃雪，清明节吃清明可还行，清明节要喝雨水。大雪吃啊，你们有吃过雪吗？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偷偷的尝过了，味道就是感觉像混了土的泥水，很难喝的。大家
轻易不要尝试。我想喝口水。不过雪的话还是用来堆雪人和打雪仗的嘛。喝水喝水，不是喝口水啊！天哪，房管有没有人管管了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？中日双语可还行？那个，你们南方的小伙伴有没有很羡慕我们北方可以堆雪人啊？其实我也很羡慕你们可以看到大海了。我真的蛮喜欢大海的，觉得非常的广阔，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就很羡慕嘛。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冬天堆雪人好玩的事情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为什么南方不会变得很冷，因为大海很大，它冻不上，冻上了就冬天看不了大海了。这样说对吗？好的，幼师，请叫我小新老师。上次下雪的时候和妹妹堆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雪人，就有我两个手掌摞起来那么大了。堆了也是一个雪堡，因为很小，反正就堆了一个很小的雪堡，也没有那么小的胡萝卜。不过我们插了树枝，我们精致的弄了很久很久，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扫走了。我猜雪宝是去拍《冰雪奇缘》了吧？为什么在我的直播间老提到妹妹呢？妹妹只能我喜欢，我最喜欢妹妹了。你们不可以和我抢妹妹的。你们怕不是又想吃桃子了？身为一个资深的北方人，和你们传授一些只有北方人才知道的知识，就是冬天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堆雪人的话，可以不用戴手套，你就一直用手搓雪球，然后手就可以发热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抵御严寒啦，手也不会冻伤的。一定是这样的，可以试一下哦。为什么单曲循环了？换一首音乐。蹲蹲蹲，我在喝岩浆啦，我在喝烫水，多喝热水。冬天的时候不要去舔那个铁门杆啊，我是没有舔过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不要舔那个铁栏杆。对了，
不要轻易尝试舔我的不锈钢呆毛。当然，当然，新科很可爱啦。最近的那个《冰雪奇缘》，你们去看了吗？有没有觉得里面的艾莎超级超级酷的？我还会唱《冰雪奇缘》里面的歌，我给你们唱吗？众所周知，新科娘是一个唱剑啦。唱好，那我唱。唱一个堆雪人吧。你想不想堆个雪人？快和我一起来。我很久没有见过你，门快打开，你到底在不在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突然卡住了，没有啦，就是卡住了，突然我的呆毛信号紊乱了。你们既然这么想听，那我就再唱一首吧。你们还想听是吧？我知道的。唱最近就是很洗脑的一首歌，感觉有点像在看恐怖电影一样。那个叫好啦，我知道你们想听，但是新科娘不是随随便便唱歌的人了，就随便唱一两句，大家就是很喜欢就可以了，这个才以后再就是表演可以了。对。为什么都在说我不太聪明的样子？我的房管呢？房管，快来管一下啦。不可以拿我的素材啊，救命啊。天哪。是一件感觉好呆的事情。我在哎呀，信号紊乱了。他不小心。如果今天你们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，好啦，那大家有没有去看冰雪奇缘呢？喜欢看吗？有没有觉得艾莎女王特别的酷呢？我觉得艾莎女王很厉害的，她会那种超厉害的魔法。如果我要是有魔法的话，就让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玩到雪，还可以做一个冰雪做的房子。这个弹幕，等一下，对了，我看印象最深的就是，当然就是艾莎女王的那个水马了，很酷，用魔法可以做出来一匹马，主要是她的斜刘海很酷，比我的这个刘海酷多了。
如果说我要是剪一个这样的斜刘海，你们会觉得好看吗？要不要剪个斜刘海呢？好看，真的好看吗？整整就完了。我怎么觉得，以美少女的审美，觉得不是很好看呢？可能只有剪在马儿的身上才会比较好看吧。那我剪了左半边的斜刘海，你们可不可以剪右半边的斜刘海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贴贴啦，成为一个中分，岂不是很棒？哦，对了，可以看一下，众所周知，新科娘是一个，是一个大畜，嘿，大家看一下我画的动画，动画，还以后吧，以后会让它动起来的，可以看出来我画的是谁吗？大虫是大畜啦。怎么回事？房管，房管，快来管一下啦！以后有时间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就是手拉手一起转圈圈什么的。世界名画可还行？好啦，不给你们欣赏咯，我把画拿掉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堆的特别奇怪的雪人呢？我堆雪人的技术就很菜了，房管去看其他的了，不可能的，那都是弟弟行为的，我的房管才不会这样呢。雪人，你们只堆过吃雪人吗？啊，我知道。有一个那个雪人样子的冰棍儿。你们有吃过那个冰棍吗？我好像听其他人说都有奇奇怪怪的叫法，就是它是巧克力和奶油做在一起的，然后是一个雪人的样子。我帮你们找一下那个图吧。我找一下。稍等哈，哎呀，算了，找不到了，反正好吃就完了。当然用鼠标啦，不然呢？我用什么操作啊？难道是要用我的脚吗？这个雪糕我们管它叫小雪人的。
那个是我的下半身。可以再看一次吗？不可以的。新客娘，新客娘多大？为什么还有人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？新客娘当然16岁啊。300岁，怎么能说方三？我的嘴突然瓢了。300岁，人家明明16岁了。再乱说年龄的，就让房管把你们都赶出去。啊，冬天了，又到了白色相扑的季节啦。你们有没有冬天就是看的番啊？反正我冬天的时候，我喜欢特定的季节看特定的番，冬天的时候看冬天的番，夏天的时候就看夏天的番。我冬天的时候喜欢看《看侬》，夏天的时候看《未闻花名》。需要被治愈一下呢。圣诞之吻，这个我没有看过哎。最近我在看什么番？哦，冬天的时候有一部番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，是新海诚诚哥监制的一个很早以前的2006年，好像是。然后那个制作很精良的，最后公司因为制作很精良，所以破产了。寒蝉也可以看，很好看。成哥，秒速5厘米，都是成哥的作品吗？那个番叫 EF， 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才看了3集，它的那个时间线就是冬天的圣诞节的时间线嘛，感觉就是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。我怎么就不能推荐06年的番了？我可是脑浆糊呢。这个番可以看，我看到第3集，但是好像有点乱，它时间线好像不是，好像在不同城市的吧。我会多看几遍看懂的，然后再讲给你们听哦。还有一个要安利的，还有一个安利的。说到安利就就是停不下来。这个也是新海诚导演的，你们肯定没看过啊。不要剧透啦，不要剧透那个 EF 啦，拜托。这个是云之彼端约定之地吗？你们没看过吧？啊，你们居然看过？为什么？我以为只有我看过呢。看刷的人很少。啊，这些，
这些除了自己朋友推荐，还有米卡哥哥告诉我的。一张嘴就是脑浆糊了。这就是二次元吗？爱了。这个可以看的，画面也很精美啊。我觉得成哥所有的他的那个画面都很精美的，随便截一下图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背景啊。我的手机桌面还有手机桌面就是那个天气之子的，很好看。米咖，为什么一提到米咖大家这么兴奋呢？新海诚导演的电影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冬天的时候，什么冬天？银之彼端的时候是冬天的那个天气嘛，然后天气之子就是下雨，你的名字就是下雨时啦、啊，还有炎夜之庭也是下雨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新海诚导演好像很喜欢用天气来做。天气现象，下雨时，中日双语可还行？大家好，我叫夏雨。大家好，我叫夏雪。大家好，我叫夏冰雹。秒速五厘米像樱花哦，是的。夏东海暴露年龄系列，才没有了。胡一刀是谁啊？刘星，嘿，你这孩子，我怎么突然讲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？没有啦。刚才讲到那个Canon， 你们看过吗？应该都看过吧？这么治愈的番，怎么会有人没有看过呢？这个，是我爱的小狐狸，小狐狸可真可爱呢。我前两天我才就是又把它看了一遍，入冬就开始看。小狐狸，不要跟我抢，我要抱走小狐狸。黑色三部曲肯定是要看的啊，肯定要看的啊。什么暴露年龄啦？16岁老阿姨是什么？啊，房管，为什么这里有人乱说话呢？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好像有一点脸盲，我看这些K 社的剧的话，都是用头发来区分角色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看来大家都一样哦。好那么大声，没有啦，
因为在等大家的弹幕啊。就是就算网速再快的话，也要稍稍的等一两秒钟。其实我还蛮心疼明雪的，因为明明是我先来的。硬核喝水，冬天本来就容易口干嘛。小狐狸，每次看到小狐狸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家的小猫咪了。它也很认生，它也很害羞，它也很黏我。新科娘，喝热水不是喝口水。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反正我要先抱走小狐狸了。明明是高兴的事情。你说的好，你说的棒，奖励你吃，奖励你吃，短路了，奖励你吃，就是明雪妈妈的果酱，明雪妈妈叫什么来的？糟糕啊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果酱了，哎。秋子阿姨，奖励你吃秋子阿姨的果酱。不吃果酱，要吃桃子，哪有那么多桃子给你吃？为什么不唱歌？天哪，这里有人竟然还要让我唱歌。怕不是没有被魔音灌耳过吧？枣苗阿姨的蛋糕配秋子阿姨的果酱，世界一级棒！再配上新科娘的桃子，给你们每个人寄一份吧。不太聪明的鸭子，来就好这一口，唱歌不要命了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是这个问题。我的投信箱老是有奇奇怪怪的问题。什么新科娘帮我做这道题呀、啊、自己的作业你要自己做啦。怎么老要给我投稿呢？还有问新科娘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新科娘平时喜欢干什么，新科娘多大了，你没有看我上次的直播吗？为什么还要问啊？奇奇怪怪的问题不要投稿啦。既然你投了让我唱卡秋莎，那我就唱一下吧。各位要戴好耳机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，躺好或者坐好，因为下面的歌曲可能会很好听。查一下歌词。查一下歌词，稍等。找到了，我把音量拉满，血压飙升。那
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？竟然是匿名的啊。好，我要唱了，我把音乐关一下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听到我唱歌。正当梨花开满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，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卡秋莎站在明媚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不啦，唱完啦，好听。俄语的太难了。开心的拍起了肚皮，可还行？伴奏不完整，没有，我清唱了两三句啦。我还在学很多语言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等我呢。好，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吧。你有什么想投问的问题，可以投到我的微博账号，一会儿可以告诉大家。啊，这个问题叫新科提问，请问新科娘有在玩什么游戏吗？有啊，身为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，玩了很多游戏呢。除了英雄联盟啊、守望先锋，还有一些主机游戏和沙盒游戏。我比较喜欢玩沙盒游戏啦，喜欢玩俄罗斯方块可还行。我不太能玩得起来我的世界，我有点像素晕呢，就是它一个一个的像素堆在一起，我会有点晕，有点晕晕的。只狼，我看过他们玩只狼，真的好难，那种失误错了一次就重新开始的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彩虹六号玩的少啦，最近在玩泰拉瑞亚啦，饥荒也有玩啊。不过冬天了，还是要玩一些英雄联盟，因为它要出新皮肤了，马上冰雪节了呢。我想买索拉卡的皮肤，想想就好开心呢。差点忘记了跟大家说个事情呢，最近 B 站做了个很厉害的事情，就是把撸啊撸总决赛的转播的那个权限拿到了手，是全网独播的，有三年那么久呢，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人来 B 站一起玩呢。我只会打辅助啦。我辅助和中单都可以玩啦，主要还是打辅助，因为补兵真的很难的。我中单可以一打九，很厉害的。
辅助我只能玩软辅啦，像硬辅什么的就好像玩不太来。以后呢可以和大家一起玩啊，可以开水友赛啊，还可以一起一起看，就是让大家看我一打九。猫咪喵喵喵喵喵，只需要挂在身上喵喵喵就可以赢啦。我玩这些游戏除了打游戏以外，就是给喜欢的英雄买皮肤啊，我喜欢给我喜欢的英雄穿上很多好看的衣服，所以呢冰雪节快点来快点来，来了之后可以给我的索拉卡买上皮肤。那个上一年的时候就好像没有那个时候在玩其他游戏。是个换装游戏啦。雪姐没有扔，真的吗？冰雪姐没有了吗？啊，有的吗？啊，不要吓我啦，还是等以后，一定会出的。如果英雄联盟没有冰雪节买的话，那今年的冬天将会很寒冷的。我的索拉卡要被冻到了。不许你再骂，冬天有冰雪节的。如果不能在英雄联盟里面买皮肤，只能在守望先锋里面买啦。可以给我的天使姐姐穿上好看的衣服。天使的衣服我基本上能有的都有了，但就是那个上次做的那个公益活动的慈善皮肤公益皮肤对，那个粉色的 Nico 的皮肤可以安排上。好像对守望先锋不是有很多的热情呢？你们没有玩过守望先锋吗？咦？弹幕怎么停掉了？和世界啊失去了联系，糟糕！我要调试一下吗？我等一下，稍等。怎么回事啊？突然没有了。虽然守望先锋大家都说不是很热门啦，不好玩啦。说他已经玩的人很少啦。可是我还是很喜欢玩啊，很喜欢玩啊，怎么口糊了。我还在吗？我还在吗？你好，我还在吗？
你好，我在吗？刚才说什么了？刚才聊到哪里就哔哩哔哩干杯。我刚才在哪里呢？卡到什么地方了？刚才说的没人玩了，怎么会？因为英雄不行，守望先锋不会没有人玩的。卡到守望先锋了。感谢摩天大佬，谢谢。但好像。英雄不朽，哔哩哔哩干杯。黑影黑了我的电脑，可还行，他黑了我的呆毛，幸好有点紊乱啦。怎么老爱读这个？新客娘16岁了，怎么还有人问这种问题呢？守望先锋真的，新客娘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游戏啦，不只是它的可玩性啦。他那个啊，说到这个有点害羞。想到了一个很久以前听到的一个新闻，后来被这个新闻感动哭了，就去玩了游戏了。就是你们应该不知道吧，新科娘可是知道的。我来讲给你们听，小新老师又要上课啦。哎，竟然有人知道吴红宇哥哥的事情。就是在有人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我要再讲一遍吗？在漓江塔上放着一个英雄的雕像，里面存放了一个和新科娘一样喜欢守望先锋的哥哥，他的名字叫做吴红宇。他呢，在守望先锋开服的那一天前一天的晚上，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遇到了半路抢劫的人。他飞骑车去抓这个骑摩托车的飞贼，然后被飞贼撞走了很远。魔贼，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。所以我觉得守望先锋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，我喜欢玩天使的原因也就是可以救助很多很多的人，就我可以把所有人都救起来，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打得很菜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意义很深的。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就玩了这款游戏。是的，大家路过漓江塔的时候，希望呢可以住下脚来看看这个哥哥吧。我玩的好菜啊！几个盒呀，菜成这个样子。卡住了吗？
题啊，聊得太开心了，忘记问题了。以后这些游戏都可以玩啊，像彩虹六号呀，还有饥荒呀，还有泰拉瑞亚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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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都可以玩，但是呢，要等我写完作业才可以玩呢。我怕来水友赛，大家都会来下路欺负我吧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说一下问题。请问有什么喜欢的动物吗？最好可以养做宠物的，比如猫猫、狗狗的话，更喜欢哪一个？我呢，猫猫和狗狗我都很喜欢呀。不过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大熊猫。可是，我养不了熊猫，也养不了熊，只能养个猫了。除了养了两只小猫咪，除了养了两只小猫咪以外，我还养了一个会说话的蝌蚪，它叫科科。它和图图的小咪一样，可以和新科说话呢。它是一只很大很大的，它的皮肤超级光滑，它也很可爱。他还让我和大家说，他让我感谢你们可以这么喜欢我。没有啦，科科真的很可爱的，科科很喜欢交朋友的。它不像我的小猫咪一样喜欢躲起来，科科很喜欢和你们交朋友的。小猫咪看到大家会跑走的。我觉得自己有一只小猫咪很像很像小狐狸的，也是我从外面救来的时候，也是我把它从雪地当中抱出来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科科，今天大家都不是新新人了，大家都是科科了。喝了热水。大家也一定要喜欢科科呢，像喜欢新科一样喜欢科科。我不是猫咪，我是小狐狸。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好，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啦。那个，对了，你看，如果有想投问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账号，叫新科，感恩的心的心科，就是科学的科，头上长草的科。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，然后可以投向我提问，然后新科娘的时候可以，新科娘直播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回答问题呢。没有走啦，没有走啦，只是怕你们忘记，好吧？其实我是怕自己会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我这边很感谢大家送的礼物还有投食，谢谢。
感觉直播间的人很多呢，感谢很多就是千里迢迢赶过来的星星人，我会和大家贴贴的，会和每个人星星，会和每个星星人贴贴的。我怎么又嘴糊了？我最近有在练普通话啦，我练了很多很多普通话，在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学，学习的学。你们想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吗？我以后要考普通话等级，要考到很高很高级，做普通话很标准的新客娘。普通话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是普通话？是普通话啦，普通话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非要吃葡萄。那我要表示一下我最近新学的这个才艺，对我来说是学了很久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最近看那个，最近在看新闻，发现新闻当中有一个很可爱的哥哥，朱广权哥哥，他的新闻播得很有意思，像说唱，小声说。对，新闻播的像贯口啊。撒贝宁哥哥太难学了，对了，是撒贝宁啦，撒贝宁不是撒贝宁，这个我是查了字典的，在读姓氏的时候是撒贝宁哥哥，是啊，撒，跟我一起拼。那我要来一段贯口，这是我今天从那个从网上扒下来的。好啦，今年首次大范围降雪正在派速中，一同发货的还有降温和大风，别光顾着兴冲冲，请保持道路畅通，收货后请记得带图好评，别让人家白搭工。这批货可能到不了广东，点缀不了那片不一样的天空，不过未来的三天长江中下游也将陆续入冬。那多好啦，好棒。这是我练了好多好多次的才艺呢，可是我没有手语老师的，那你们帮我翻译好啦，你们也在我的屏幕里面啊，可以帮我比划手语。我后面还准备了好多段，你们还要听吗？要是不听的话，那就不展示了。听，好，那既然想听，那我就再读。清嗓子，先喝一口水吧。喝点水。开始啦，那做一个片头吧，叫 Bibo Bibo， 这边新客娘的新闻要开始了。今年
今年首次大范，读错了，哎，怎么会？这种事故可不能传出去的，不能传出去的。Bibo，新课堂的新闻开始啦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生产量数据显示，2019年全国粮食生产量总共66384万吨，比2018年增长了594万吨，增长了 0.9%， 创历史最高的水平。感谢袁隆平老爷爷，感谢袁隆平爷爷的辛苦，谢谢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很饱很饱。爷爷，我想吃粮食，吃大块的，6万吨够吗？够了，谢谢爷爷。Bibo，第二条新闻。12月5号，北京200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全球招募仪式在京举行。北京冬奥组委会计划招募 2.7 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，冬残奥会共 1.2 万名赛会志愿者，招募系统将于2021年6月30日关闭。滑冰，新课娘很喜欢滑冰的，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滑冰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也喜欢滑冰的话，可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的什么湖塘啊，结了冰之后可能会扑通掉进去的，新科娘可不会去救你的，你肯定要保护好自己哦。滑冰啦，等到冬奥会的时候就可以去看武大靖哥哥啦。如果大家可以来看冬奥会的话，也许呢会在现场遇到新科娘的。好啦，今天的新闻播到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感谢舰长，谢谢，你好，我很可爱，谢谢舰长。你好，我很可爱。我这边后面，本来不想读了，我看到一条很可气的新闻，我一定要读。我不是小猫咪，我是狐狸。我一定要读这个新闻，我要读啦。Bibo，四川省公安厅近日公布，晋江一男子捕获44只癞蛤蟆被抓获，因触犯相关法律，该男子已被公安厅移交起诉。癞蛤蟆学名中华蟾蜍，是国家三级保护动物，私自捕获抓一只就违法了，抓22只构成犯罪，50只就是重大的刑事案件呢。有一首歌唱得好，叫癞蛤蟆不是你想抓想抓就能抓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千万别犯法。众所周知，新科娘是一个唱见了。好歌。以后这种歌还会很多的。如果大家想听的话，以后呢，我可以再录一点歌给大家听。怎么可以抓这么可爱的癞蛤蟆呢？都是保护动物，大家一定的，再喜欢的东西也不可以带回家的。再喜欢的东西也不可以带回家的，再喜欢的东西也不可以带回家的，再喜欢的东西也不可以带回家的。
的事情要说好多好多遍呢。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没有卡啦，是我自己复读啦。要警告你们，不要做违法的事情。对啦，上次答应你们的在雪地中写字的事情，因为去的时候已经化了，所以呢这次呢要等下次下雪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在雪地上写字呢。那我抽一位幸运观众吧，抽一位幸运的观众，然后在雪地上写你的 B 站的 ID 好吗？那抽奖方式是什么呢？就你们打一行字，然后我来截图，截到截图最下面的就是这位幸运的观众啦。对啦，有规定的话，有规定的话，那就打一段，新科娘宇宙无敌，超级可爱，简直是个小仙女，我要和新科娘贴贴，新科娘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拿小本本记住。你们打好了吗？要按照格式好，如果不按照格式的话，那我就不会抽你的奖的。竟然有人真的打出来了，那我做个善良的人吧，写的短一点。我先拿手机进入直播间好了。超，那就说新科娘超可爱好啦，新科娘超可爱一遍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手比较笨的同学，慢慢的。可以稍稍的等你哦。那我要数三二一截图啦。三二一。好啦，这位幸运观众已经产生啦。那就等到回头播动态的时候，我会去写上你的名字，然后呢艾特你，你就可以来看啦。哇，这位幸运观众的名字怎么这么多字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我是一个有录播组的人呢，所以以后呢大家可以不用辛苦的录播啦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呢，也非常感谢录播组啦。大家以后可以录我唱歌的录音啊，唱歌的录像啊，还可以录我，可以录你们喜欢的，像我就是世界名画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自己偷偷的保存下来呢。恭喜这个 B 站用户，鼓掌！可能有比较来的比较晚的朋友没有看到我的画，给你们看两幅画吧。这个是我画的艾莎和安娜。好了吗？看够了吗？
还有一张我画的雪宝。这是我画的雪宝呢。你们觉得这两张哪张更好看呢？一模一样，完全还原好吗？简直是雪宝雪宝本雪啊。我听说雪宝的身高都有1.63米还是1.6米，都比我还要高呢。都好看吗？没有啦，只有两张啦，只画了两张，下次可以再多准备几张。你连我多高都不知道，你们还说要跟我贴贴，怎么回事呢？还不快去看我的动态啦。那再说一次啦，我呢有算了，还是不告诉你们了，女孩子的身高和体重怎么能随便说呢？盲猜2米，我要是有2米就好啦，我就可以去打篮球了。虽然我比较喜欢唱歌啦，但是如果有2米这么高的话，一定会去打篮球的。哦，还有很多人在这里看了很久很久，都不知道新科娘是谁吧？那我就再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科娘，我是宇宙无敌超级可爱的元气美少女。最后再说一次哈，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账号，就是右上角这个新科，去关注我的账号哟。我会在里面和大家一起聊天，会互动一下，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这样投稿过来的。你们说的，有一点累了，感觉刚才的手摇得太累了。那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科娘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如果大家热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扇扇子呢。哦，糟糕，我的呆毛信号弱了，它又没电了呢。要回去充电啦。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呢。我是奥特曼，滴滴滴滴滴滴，没有信号了。希望大家可以下周还来看我的直播哟。感谢大家的礼物和订阅，还有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呢。拜拜啦，拜拜啦。拜拜啦，拜拜啦，新科娘会记得大家的，会想你们的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我的微博会更新一些日常什么的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。
拜了，拜拜了，很舍不得大家，但是真的是要没有电了，要去充电了，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帮我充电。拜拜拜拜。拜拜了，拜拜。